周建清。哎，怎么了顾总？现在几点？1:15。跟云奇开会是几点？2点。完了完了，又迟到了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车呢？你的车今天送去 4S 店保养了。哎呀，他们明明说好上午送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回来。你，我马上打车。你也一起打呀？要是不双管齐下的话，肯定来不及的。完了完了，还有17个。排队中，还有18个。你自己说说，这第几次了？我不能坐公交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忍忍你的总裁病吧。你知道今天这个会有多重要吗？心灵护卫英奇。我真的不行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怕人多的地方。干嘛去？哎，姑娘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1共30块钱。哎，对，你扫这个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这个给你，哎，戴上。哎，快戴上啊。来，来看看啊。有声音吗？嗯，有台阶啊，你慢点。来，哎，小心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这儿有个扶的，你扶一下啊。哎，姑娘，坐我这儿吧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来来来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小心，小心啊，有台阶啊。你看这小伙子长得这么帅，怎么会是个残疾呢？哎呀，真可怜，太可惜了。是啊，我这个哥哥吧，他除了脸长得还行，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都不太好使。哎，这老天爷也真不公平啊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我这个做妹妹的一手把他拉扯大，他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生活。为了他，我一个人打3份工，没日没夜的呀。不过只要他能好好的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小姑娘，你也太不容易了，快到我这儿坐坐。哎，阿姨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您坐您坐您坐，坐我这儿吧，我要下车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要是他父母听到了，该多心疼啊！就是。